么在这儿啊？这说明这里一定有我们要做的任务。可是上面也没什么线索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又来到长城了。是的，月儿。哎呦，是谁来把我吵醒了？哎，老龙。睡了这么久，我还真想去看看现在的世界。那很简单，您还不是说飞就飞呀？不行啊，我老了，身体残破，飞不起来了。除非你们能帮我唤醒我的千年龙骨，我就能再次腾飞。啊？那我们要怎么帮你唤醒呢？唤醒千年龙骨需要一块补天石，但年代久远，我记不起补天石在哪里呢。那我们要怎么帮呢？我这里有几个任务，你们完成任务得到的线索可以让你们找到一位贵人，他会帮你们找到补天石。贵人？那我在这里等你们。你说呀，老龙呢就是长城幻化而成的，帮老龙修补身体不就是在修补长城吗？哎，说得有道理，那我们赶紧出发吧。走。任务一，找到龙族使者，了解长城。第一个任务，找到龙族使者，了解长城。可是这龙族使者要上哪找去？就是说啊，线索卡里也没给什么线索呀。就是，要不我们先上去看看。好啊，走走。八达岭长城少年使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八达岭长城少年使者，我是长城保护员阿迪。可是少年使者是干嘛的呀？少年使者是给八达岭长城，让所有的小朋友们探索、学习和保护长城的。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加入到保护长城的行列里面来。哎呀，这个太好了，阿迪！今天我们呀，就是为了修长城而来的。修长城？那你们真的了解长城吗？了解，谁能比我们更了解长城呀？而且啊，我们从小到大。不知道爬了多少次长城呢。就是，来展开说说。我给你展开。来，这两边呢叫城墙，然后这个叫烽火台嘛。城墙是对了，那但是那个还真的不叫烽火台，烽火台不在长城上的。哎，来你看一下那一个，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就是我们的烽火台。它就是烽火台。对，烽火台跟敌楼呢有一定的区别，烽火台都是建在长城外的。对，它是为了更好的去传递烽火，所以就建在外边。这件鞋身太难带了，跟我来。这都说了这么多了，让我来考考你们。了解长城游戏规则，在3分钟内分别找出敌楼、烽火台、垛口、射孔、女儿墙、雀门这六个位置，并各拍一张合照。我们现在呢要来找垛口。阿迪说垛口到底在哪呀？禁止攀登垛口。天哪，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有答案。哇，真的好美啊。哎，这边看出去，那个就是刚刚提出的烽火台，赶紧先拍下来。阿迪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？非常好，我给你看哦。哎，怎么这边有个人穿的跟月儿一样的？啊？你别吓我！不可能吧？我吗？哦。萌萌，谁是萌萌？我们的一个搭档。哎呀，马叔，萌萌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就是。哦，因为啊，我昨晚梦到了一条老龙，他让我来长城上帮你们完成任务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这下好了，正所谓人多力量大呀。第一个任务也算完成了。你们刚刚已经了解了长城，接下来带你们去感受一下长城。感受长城。八达岭长城呢，曾经接待了非常多的国家元首，然后呢，曾经也是这个双奥运的这个火炬传递点。接下来我们来完成一个传递火炬的小任务。火炬传递，
三人接力完成剪刀石头布、抢枪枪和一二三木头人游戏，总用时不超过1分30秒，则挑战成功。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，剪刀布，石头布，剪刀布，一直输，剪刀石头布，马叔，走走，来，枪枪枪，枪枪枪，啊枪枪枪，枪枪枪。枪枪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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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一二三，木头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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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恭喜大家完成了上一个任务。上一两届的这个奥运会也以长城作为一个点传递了圣火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两位非常了不起的嘉宾给大家认识，那我们再来欢迎有请。我叫单兆健，自称为是中国滑雪的老兵。大家好，我叫刘超英，我是一个体育文化工作者。交给你，高考学习交给你，谢谢，一定会努力的。好，谢谢。八达岭长城呢，这里自古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，如秦始皇的这个东陵碣石，还有这个元太祖入关，都是经过的这个八达岭长城。所以呢，你们今天的第三个挑战任务就是突破八达岭大作战。哇！攻防大作战游戏规则。四位嘉宾分别各站一角，两两一组，最中间摆上小兵，嘉宾需要将纸杯翻过来，而且要立起来才会成功，从而前进一步，直到把小兵退出对方的格子则取得胜利。等一下，哦，可以了，是的，哎，我也可以了，往前呢，哦，我往这边走，我会往阿迪那边走，啊，够了够了，我要往阿迪那边走。好，我们主打一个方向，阿迪呢？我走错了，哦，我也走。行了，阿迪这下一步，我加油。同心协力，同心协力。阿迪，我们可以的，你不要担心哦。这个好难有坡，哎，我中了刚才。好，往后走。桌子有点小，我们再也能往一步是吧？势均力敌，势均力敌。大家都差不多啊。快，还有一步，还有一步。加油！加油！哎，中了！我也中了！耶！太棒超了！非常好，大家完成了所有的任务，虽然这个任务呢是我和月儿赢了。哎，对。所以呢，今天大家完成了任务，我有一个小礼物想送给大家。哦，什么礼物？对，是这个。对，希望它能帮到你们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等等，怎么打开？怎么打开？你们自己捣鼓捣鼓。好的，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呼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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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